哎，浩克，浩克开起来了，坦克，我要打门！我天哪，我天哪，漂亮，浩克，我天，5000万值啊！这个人能力太强了，没办法，看关门没关住，然后埃尔克森呢这一跑呢也吸引了对方的防守的注意力，弯弓施射。球打的在球门线上有一个反弹，是球门线上有一个反弹，漂亮的远射，10场亚冠比赛第9个进球。